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神邪，注重中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神邪，注重中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66页。966页，第一行，这是最后的两段，解脱无期啊，教育开始。信心者少，生死不休，卧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取经，故有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佛垂教化，开显真实，但众生愚痴，不信不信，故云信心者少。佛的话每一句都能体会到无尽的慈悲、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实实在在是众生业障太重，就像佛所说的，不信不行啊，经文注解意思深广无尽，啊，总是众生愚痴，怎么说他也不信，有些人相信了，他没去做，这就是不信。信
是依教修行啊，佛怎么教我们，我们要做到才管用啊，做不到啊不管用。净土法门实在是最急方便，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难得你今天得到了，幸运了。佛法难闻呢，又被你遇到了，啊，等于是中头等特奖。你这么幸运，为什么？有这两个条件，就居住这一生。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苦海啊！真的是苦海无边啊！我们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无量劫，还是出不去。如果这一生遇不到这个法门，我们肯定来生还是在六道搞轮回。啊，算你修得不错，你能持戒，你能修定，啊，来生还能得生人天两道，这相当不容易啊！因为你没有遇到净宗法门，你不能超拔啊！遇到净宗法门，只要具足信愿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念佛求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真信切愿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真有，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！求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，知道这个机会是千万劫难得遇到一次，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，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一生当中我们如果不能够往生，你要等下一次往生的机会，至少是五千劫以后。这五千劫的日子怎么过？我们细心观察畜生，观察恶鬼，观察地狱啊，恶鬼跟地狱不容易见到，但是实在呢来说
它也不难。为什么？它跟我们太贴近了。中国人古时候讲地狱，多半都是讲的道教的《日历宝钞》这本书，流通很广啊，而且还有图画。我们也造了一张地狱变相图，就是一《日历宝钞》的啊，佛门里面有，散在经论当中，没有专门一种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出来之后，我就感到我们把佛经里面的也把它集结起来。我找了三个同学，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查大藏经，一共查到25部经论里面有啊，把它抄下来印成一本，我给他定这个题目叫注经佛说地狱几要啊，分量比日历宝钞多，内容很丰富啊，如果再画地狱变相图，应该可以用这个本子做参考，做个底本。日历宝钞古说的很多啊，因讲这个因没有注经佛说地狱纪要详细，所以还是值得流通的。那这个书此地有啊，我们这图书馆都有，大家都可以看到。佛这一句话，不信不信，生死不休，卧道不绝，苦口婆心的说的是谁？说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没有能力了生死，没有能力脱离六道、卧道。卧道是指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叫三卧道，没法子断的。世间这些欲人，不必细说，我们细心思维，眼前都是。啊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得不到人道啊，人道没份呐。那天道当然也没分，更没分，这多可怕啊！这三卧道一度五千劫，
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啊，所以佛在此地劝大家要信佛陀的教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确实很简单，很容易记忆，我们都能记得。啊，佛给我们说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非常重要。我们入佛门第一桩事情就是受持三规，三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三规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么现在人都把它说错了啊，完全说在四项上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佛的三规意思很深，修佛，修佛为什么？只为回归自性啊，所以佛法僧都是属于本性，正如本性的三德了啊，佛是觉悟，法是经教，僧是学习经教的传人。我们要回归自性，找谁？一定要晓得自性三宝，啊，自性三宝，我们初学要依靠老师，从名师受戒。这个名不是名气很大，是真正有修行，真正有道德，通达佛法，没有把佛下佛法讲错，这叫名师啊，这名是光明的名，要找这样老师跟他学习，启发我们自己的心得，自心觉，这是真正的佛宝，我们的归处。第二个，自心正，正知正见，这就是法啊，归依法啊，身是自心清净啊，慧能大师开悟，跟我们讲三宝啊，他讲的是觉真经，佛者觉也，法者真也，身者净也，清净的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僧出家人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在这个当中修，眼见色，
啊，这一般世间人见色怎么样？他起心动念，想入非非，错了啊！里面喜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起这些念头啊，这是这造业了。起善念头造善业，起恶念头造恶业，起心动念就造业。那就是来生的果报。啊，佛弟子呢？佛弟子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佛修静业。啊，佛希望觉悟，所以佛教人戒定慧三学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智慧现前，又很具体教给我们从哪里下手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佛的经教49年所说。分量很大，后人这祖师大德把它收集起来，啊，依照它的性质分类，变成大藏经。分量很大，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。所以古人教我们选择一门你喜欢的，你有能力学习的，选择之后就一门深入。啊，什么叫深？得三昧叫深。三昧得定啊，我学华严，得华严三昧；我学无量寿经，得弥陀三昧；啊，我学法华经。的法华三昧，学一样能得到，学多样很难。多样什么？你分心，你的心力不能集中，分心就是障碍，不能得定。啊，一门容易得定，要知道。我学经教是要得定的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不得定就白学了。方法呢？古大德教人切实简要下面。方法就是读书千遍。其义自见。那无论你有老师指导，没有老师指导，这8个字要记住。这是你学经教、修行、开悟的根本。你能够依这个方法不舍弃，肯定有成就。
啊，北京有个居士，他最近六年选了一部《大乘起信论》，看得很欢喜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读书千遍，你把它念一千遍。念的时候规规矩矩的念，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啊，不要想里面的意思，你一面念书一面想里面的意思，你想的那个全是胡思乱想。那我想别人的注解行不行呢？也不行，不能想，没有念头。为什么？修定嘛。我们是用经教来修定，这叫教下。啊，教下有八个宗派。都是用这方法啊，一千遍读完了，从头到尾看一遍，看什么？看这经的意思，你能看得懂，因为你有一千步这个定功，你就可以看懂，还不够。这一千遍小悟啊，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经的意思是见到了，见到不足不多啊，不够深不够广，怎么办？再读第二个一千遍，第二个一千遍读完之后，你从头再讲一遍，你就会感觉到欢喜心生出来了啊！为什么？觉得自己讲一遍比上一遍好，讲得好，比上一遍讲得透彻，讲得深啊！相信古人这个方法正确，不是假的啊！然后怎么样呢？还不够，希望你再念一千遍，更上一层楼，三千遍，一千遍小悟，两千遍大悟，三千遍大彻大悟。古人有不少，三千遍他就得三昧。三千遍他就大开圆解，大开圆解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。啊，这是怎么样呢？这是所有没有学的经教也通了。古人所谓的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为什么？因为经不是学来的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智慧是自性本有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第一个，具足无量智慧。无量智慧在哪里？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。
一切经你全通了。你相不相信？有证明，慧能大师就是证明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你拿着经论去问他，他都能跟你讲。全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经都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实智慧，你见性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现前这个智慧跟诸佛所证的智慧完全相同，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没有障碍啊。啊，智慧难不难？不难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你相不相信？佛没有妄语，一生当中没有说错一个字，也没有打一次妄语。你要不相信，是你自己愚痴。你要相信，不怀疑。你有善根，那胡晓林居士用六年的时间把《大乘起信论》念满三千遍，我把古人的方法教他，他依教奉行。啊，第一遍读完之后讲一遍，讲得很欢喜。啊，古人这个方法真的不是假的。通过他的实验，他得到了。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，第二遍发喜通啊，感觉到自己讲的有深度。啊，讲的比第一次圆满，然后再讲念第三个一千遍。啊，念完之后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我叫他在我的摄影棚里头，从头到尾讲一遍第三遍，我把他录像留下来了。他的《大乘起信论》是用偶一大师的注解来印证我悟的到底对不对，有没有错误啊？这要请教高人给你做证明，你就毕业了。那现在找不到人，用古大德的注解，他用偶一大师，好啊，欧耶大师是大彻大悟大善之士啊，这个我们不怀疑。印光法师对这个老人的赞叹说，欧耶大师所著的弥陀经要解，即使古佛再来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印光大师这个赞叹，赞叹到极处。
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的。三千遍之后，一定要找古大德的注解来看。啊，古大德如果注错了，你都能看得出来，用它来做证明。对了，我说这些话，是因为现在善知识少了。我这个年龄，年轻的时候还遇到几个，现在都不在了，没有人了。大乘八个宗没有后继的继承人，怎么办？这个方法行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求自见，自见就是自己开悟。啊，同学当中真有这样做的，读无量寿经，读金刚经，读楞严经，啊，还有读华严经，都有很殊胜的成就。问他老师，没老师。啊，有位同学学华严来看我，我问他学了多少年？17年。我就一步就一步，17年天天读华严经，读了17年。没有亲近过法师，啊，他把他学习的心得完全用表解，作为参考，研究参考，把这些表解1300多章，字写得很小，写得很工整，我看了非常欢喜。啊，别人是协助写，他是用表解画出来，画成图，每一篇、每一章、每一节，啊。让你一目了然。华严我过去讲过，就在新加坡讲过，我记得讲了4年，以后继续讲，总共讲了4000个小时，全经讲了多少？大概只讲到1/5，我讲到10注品里头的粗注，全经照我以前那个方式讲下来，我讲得很细，学了之后真有受用。要20000个小时，这部经从头到尾才能讲完。啊，自己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往生没把握。华严是很喜欢，也不能不更爱。啊，有把握的无量寿经，我真心真愿没怀疑。啊，欧耶大师定的这个标准，啊，所以我把华严放下了，讲无量寿经，1年讲一遍，前面讲了3遍，啊，这1年讲一遍，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
讲了三遍。早年间年轻的时候，无量寿经这个本子我讲过十遍，那时间最短的不是细讲，一个月一天两个小时，60个小时，一个月讲一部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细讲的第四回。啊，第四回细讲无量寿经。跟从前讲的不一样。着重在修行。佛讲的我们如何能落实，如何能做到啊，现在就得真实利益，这个重要啊。真实利益就是法喜充满。同学们不能疏忽，啊，孔老夫子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他天天在学，学了之后统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全用上了，所以快乐、欢喜啊，欢喜心先起，佛法也不例外。夫子是把为什么学习这个答案在第一句《论语》头一句。二，佛陀世尊他把这一句放在最后，你看每一部经讲圆满的时候最后一句话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跟孔老夫子讲的是一个意思，但是佛讲在最后，夫子讲在最前，很妙啊。我们在这些地方要留意啊。啊，平常会遇到人家问你，你为什么学佛？那就是方仲威先生早年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同样一回事。啊，方老师学佛得到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快乐。他要得不到，他说不出来。只有他得到了，他才能说出来。我们会相信。啊，老师在社会地位，大学教授，啊，也没有财富啊，生活要靠教书那一点工资、钟点费，啊，这都是我们看到的，读书人，读书乐。读书真快乐，啊，法喜充满，他真得到。我们跟在后面追，啊，也得到法喜。才把它做证明。
那不信佛会佛的教诲，坐卧不已，依然还是在坐卧。此下了，这个文字下面，故有自然三途，痛不可言。这些句子证明少也。少是什么？前面讲了，地狱。这一转眼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听佛的教诲？不听佛的教诲，是人间最大的遗憾。那反过来，能够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这个人是世间第一大福，大福报。他能相信，他一教奉行的啊！如果是在净宗，他决定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去做佛去了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学佛，我的念头有，贪嗔痴慢疑，我念呢，杀盗淫妄酒。我心的他通通都有，来生到哪里去？来生是三恶道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学啊？一定学习同参道友在一起，把这个经讲透彻，讲明白，而且还要讲的是怎样落实在生活，怎样落实在工作，怎样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得大受用。啊，把佛的教诲变成善行，变成功德，修功有德。得真实受用。啊，后面这几句经文这几句，自然三途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地狱、魔鬼苦，有没有阎罗王判官？小鬼有啊，他们从哪里来的？是你不善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，这就叫自然。啊，我们世间过去的人相信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鬼神，
什么时候你才相信？你自己亲自遇到了，见到了，你就相信。有没有人亲自见到呢？有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见到鬼神的那些人都是有福的人，都是有善根的人。没有善根你不相信，他也不现身给你看啊。真正有善根见到了，我没有见过鬼神啊，我见过狐狸精，真的不是假的。狐狸变成人身啊，抗战期间我在湖南见到啊，一般人告诉我这个狐狸，狐狸完全修成人的样子要500年，大概他还不到，他大概有400多年，所以没有人看过他的面孔，看到的都是侧面后面。真有不是假的。啊，还有我听一个亲戚，我叫他表叔，他做生意做买卖，在抗战胜利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回到老家，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也是没多久，半年前，他有一船帆船一船米，我们家乡出稻米，他送到南京去卖啊，装在帆船里面，就有人看到一个像黄鼠狼这么一个动物从跳板上走到船里去了啊，大家来找，把整个船都翻净的，没看到。哎，也许是人看花了眼，就没在意。这个船以后到南京，到南京之后啊，发现这一船的米没有了，是用麻布袋装的，麻布袋还是薄薄的，一个一个，里头的米没有了。所以下雨明白了，没有看错眼，真的是有东西上船了。啊，怎么米不见了？啊，在南京住了几天，回家，回到老家的时候，看到仓库里头那个米啊，还堆在那里。这就是这个黄鼠狼给他开了玩笑，大概是得罪他啊，不是什么大的罪啊，给他开了玩笑，让他不要跑一趟天地鬼神，要用什么态度来对他，恭敬。为什么？他跟我们一体。你看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宇宙，宇宙怎么来的？
宇宙是自性变现的，我们这身体自性变的，我们居住的环境自性变的，那虚空法界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星系在太空当中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的，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啊，十方诸佛也是自性变现的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一句读的人很多啊，他没觉悟过来，这一觉悟过来的时候，原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时候都是我自性变的，跟我一体，承认一体了，你能不关照他吗？你能不关心他吗？啊，在连上，眼耳鼻舌是一体，要不要照顾他？要啊。为什么照顾他？一体啊。啊，所以谁知道？大彻大悟的人知道，于是我们就晓得，大彻大悟的人有大慈悲心、爱心的，啊，真诚的爱心、平等的爱心、无条件的爱心，爱什么？爱一切人，爱一切众生，啊。爱植物，爱矿物，爱山河大地。为什么？一个自性变的，一个自性变的还不能和睦相处，还要竞争，还要斗争，那是迷惑到所以然了，所以自然三途出现，那是自己造的。像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好啊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，十法界、六道轮回是唯识所变，清清楚楚。啊，哪有不爱人的道理？原来爱人是自爱啊！阿弥陀佛爱护我们的众生是自爱啊！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体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他知道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这自然两个字分量很重啊。啊，这是证明少也，少是什么？无间地狱，只要是地狱你就看到火光，一片火海，所以地狱叫三途里叫火途啊，大火燃烧啊。今天我们看到核子弹的爆炸少啊，那个温度摄氏几千度的高温，细菌都不能存在，都被烧死啊，自然三途。
幕后这一段。这是我们经最后一段，依教成无上。啊，依教是要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无善就是无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啊，这是四净缘心无善，就是真正断了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在什么处所、什么样的环境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这是心的无善。啊，四的无善是没有杀盗淫妄酒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佛弟子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如是，无恶，无痛，无烧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。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，啊，这一句话重要了。智是控制。我们讲你把它管好，把什么管好？把念头管好。这个意就是念头啊，不善的念头马上断掉。啊，善的念头可以放在心上，不善的念头不能放在心上。再短的时间，一分一秒都不可以。这就叫修行。啊，把念头管好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念头纯净纯善，你的心，你的念头现出来的境界就是极乐心。啊，对一切人要尊敬。为什么？一切人本来是佛。啊，把他们当作佛来看待，没看错。把恭敬心换出来，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这文化从哪里来的？两个字，一个孝，一个敬。啊，孝用父母做代表，学尽孝；敬用老师做代表，怎么个修法？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人了，这个人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，我要用孝敬父母那样的心态
去对待它，这叫尽孝啊。你能对待跟你父母年龄差不多的，都用敬父母、孝顺父母的心孝顺，你怎么可能不孝父母呢？不可能的。啊，你能够用心对待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人，我都把他看作老师，像老师一样的恭敬，这叫真修行啊。学了就管用啊。啊，孝敬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经文会念，可是对父母没有孝敬的信心，对老师也没有尊重的信心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依旧算是恶念，不是善念。善一定要带行为，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，不算的。啊，只有敬孝、敬老师的人，才能够真正学到善法、圣贤的教诲、佛菩萨的教诲，你才能学得到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学不下？就是缺乏了孝敬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中国古时候，师徒如父子，老师教学生，比教自己儿子还认真。为什么？学生对老师有十分诚敬，老师就要以十分的方法帮助学生成就道业。啊，自己的儿子比不上学生，他不成器，比不上学生，他能舍弃，他把学生教好，学生将来有前途，一定会照顾他的儿女。我老师的儿女跟我什么关系？跟亲兄弟没有两样。所以从前老师肯教人有这个好处啊，他自己儿女后半辈子有人照顾，他不要操心啊。啊，所以这一句经文能于其中，业心之意，就这八个字。你要真能做到，真修行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断恶修善从哪里起？从动念头上起，不是从行为上，行为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起心动念，自己觉悟了，这错的。啊，立刻停止。我们把这个文
念完，一心之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之成，独足诸善，不为众物，身独独土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，涅槃之道，是为无大善也。啊，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，最后这一段，我劝翻转无我而成无善，反过来就是无善。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看看今天学佛很用功，但是不能成就，什么原因？没有真干，没有能把无我转过来，转过来就是无善。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这是比喻无烧啊，无烧是现前受的，啊，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专以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，端正身心，言行如一，诚实不欺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能得福，度脱生死。你看，念了这几句话，劝告我们多么重要。好，关键就是我们现在要认识自己现前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环境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饮酒可以是糊涂啊、迷惑啊。啊，为什么要饮酒？大概就是烦恼太多，所以以酒浇愁，让麻醉一下。啊，暂时把它摆布掉脱掉。啊，殊不知卧席脱不了，罪上再加罪，麻烦可大了。虽然能够在烦恼习气发作的时候能够专心，回过头来制止贪嗔痴，这叫意业三恶啊，不应该有贪、有嗔恚、有愚痴。贪嗔痴所感的是地狱，
造诣意义最深。修行人不在这上用功夫，我们的恶习气改不掉啊，念佛也不行啊。啊，真正念佛人，这是讲修行里头方法最容易的，人人都能修的，就是把佛号念到句句连续而没有中断，像海鲜老和尚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啊，睡觉的时候念佛停止了，一醒过来佛号就接上，这就行。老和尚就用这个方法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啊，一生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，没接触过，就是老老实实的，师父教这一句佛号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就真的一直念下去。从20岁念起，念到112岁往生，112岁，身体健康，每一天还到田地里面去种粮食，啊，没休息过。走的那一天，他是晚上走的，白天还在菜园干一天，啊，在菜园平地拔草浇水，啊，可以说他工作是从来没丢下过的。那么种植这些粮食，他不是卖，他除了自己小庙里的自己用之外，完全拿去救灾，看到很多没有粮食吃的人，他送给他。修财布施，啊，这个地区的60-70里路的他都送啊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自己走路啊，啊，挑着稻米，挑着菜的时候，到处借阅。你就想到112岁身体那么好啊，所以没有人想到他会往生，身体好嘛，每天干事情没休息嘛，啊，晚上念佛就走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来接他。我们相信这个老人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少于10次，跟阿弥陀佛的老朋友了。他也求佛，求很多次，求佛带他往生。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学佛人做个榜样。所以他的寿命不是他自己修的，是佛力加持的。
啊，到什么时候来解脱往生呢？佛说了一桩事情，有一天有信徒来看你，他带了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啊叫《若要佛法行，我有生战胜》，他记住了，我就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所以天天看的，有没有人送书？那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大家都知道。老和尚从来没有念过经，大家也知道的。老和尚就是一句话好，所以没有人带啊。啊，2013年1月，居然有一个女居士看老和尚，就带了这么一本书。那老和尚一发现有人带这本书来了，就问他这是什么书。他就是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行，我有生战死》。老和尚一听呢，非常高兴，赶紧回疗房，把他喜爱的25条义找出来，穿袍打衣，捧着这本书，要求人给他照相。这一个举动，也是很多人觉得很讶异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照过相。啊，这一天反常，要人给他照相。照完之后，第三天就走了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、去旅游，去了不少次，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。他那个信愿是真实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牵挂。啊，那么既然阿弥陀佛要他表法，要他做榜样给人看，他就真的做出榜样。特别是给念佛的同修，希望这一生往生净土的同修，你看到老和尚这一生，你应当深信不疑，没有怀疑了。啊，深信这一句佛号，他就能保佑你身心健康，自在快乐。老和尚每天干活不少，没有感觉到累，没有需要休息一下，他的体力超人啊，110多岁，下面这几句话我们要注意，要认真休息，专一其心，致之意义，端正身心，言行如意，诚实不欺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能得福，度脱生死。你看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希望得福，这就交给你，你怎么样能得福？得福，
啊，没有灾难的，能够度脱生死。这几句话很重要啊。再往下看，慧疏云：“寻言弃嫌，一心见言，是名言心相复。复是做的意思，是称的意思。”慧疏里头讲得好啊，寻言弃嫌。就是我们今天在此地，我们也是找这些句子啊。这一段经文当中哪几句最重要，我们如何来把它兑现，变成我们生活啊？那这里头最重要的要制止义的贪嗔痴啊！如果加后面两个字“贪嗔痴慢疑”，不能对于在任何境缘当中不能有贪心，不能有嗔恚，不能愚痴。不能傲慢，不能怀疑。修什么？这叫真修行。啊，真的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慧疏也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这里面教导我们寻言弃嫌。我们在这里这几句话记住，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，这叫言行相符，就是言行相助，言行相称。长寿也就是长生，世界也有长生之事，为正无生则不生不灭。立世间生死，方是真长生。那么真长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真长生。不再有生死了，是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佛叫无量寿佛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。真正了生死出三界，是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涅槃就是涅槃，涅槃圆证三德之智慧，就净宗而言，即究竟极光，如是之善称为大善。
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就是到那边去证般涅槃，就是为这个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，不生不灭翻成中国的意思翻成涅槃，也就是就这下就净宗而言，就究竟即光啊，就净土法门里面来说是究竟即光。究竟是到登峰造极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常寂光净土啊，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断干净了，这才能证得。下面念老给我们做的总结，本品这是卧苦第35品，光明善恶果报啊，也就是细数，说得很详细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观经里面讲的三福，身心因果业证，以此为劝。为什么我们有信心？心里头有疑惑，不干净，所以这个信呢，它不起作用。念佛人对这个感到很困惑，如何能够叫自己真相信，不再有疑惑，行不行？行。用什么方法？读经。怎么个读法？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秘诀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的疑惑就断掉了，你就真信，真信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有把握，你不怀疑，你肯定往生。读经遍数很重要，啊，每天无量寿经念个十遍，熟了，念熟了，大概40分钟可以念一遍，啊，十遍作为早课，晚上也念十遍。我相信念到1000遍2000遍你的怀疑没有了，你真正相信你会往生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，本品光明善恶果报，说得很详细啊，观经三福中身心因果业证，以此为劝，
观经里只有一句啊，身心因果，这个地方为我们细说出来，是人愚痴不重因果，祸根狂妄不无因果，认为因果是骗人的，是假的，劝人为善的，不是真有其事。这种心态的人很多啊，故注经中反复教诲，这一句我们要留意到。为什么大小乘佛经讲因果讲的很多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人不相信。如果都能接受都能相信，佛何必说这么多废话啊，说个一次两次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要不断的说，49年常常说啊，可见的真心很难。佛是希望大家真心这一生当中就能往生，永远脱离轮回。这是佛的慈悲，佛的爱心，帮助我们彻底离苦得乐。慈悲到基础，真诚到基础，所以在注经当中反复教诲啊，无一本地的也有助于往生阿弥陀佛过程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，这些你很不容易做到，大药当作善，大药就重要的，重要的，你要做个善人，你连善人的标准都达不到，极乐世界没份呢。啊，盆基清居士也说得很好，是善，本为天业。十善业道，他本来是帮助人升天的，经一念佛因缘回向极乐，那就是转天业而成净业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说得好。我们如何能成就净业？从修天业下手，把它转成净业，这就好办了。啊，这个一般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困难。是苦修净业者，当尽己力，兼行众善业，且所谓待业往生，其业盖之续也，续是恶业，虽未全消，但丈夫本愿持名妙德，故可待业往生。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虚实我也，虽没有完全消掉，怎么办？我们仗佛
啊，丈夫本愿四十八愿，即持名的妙德，这就是老实念佛，就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个持名妙德可以从海贤老和尚一生当中完全体现出来，他就是持名。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让他自己得事业心，得理业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只是师父不准他说，他真得到了。啊，可以待业往生，不跟我去，他再不会回到六道轮回，他超越了啊！弥陀第二愿书，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不服更多我取，但所谓待业者，只现俗业，而绝非现前之业，如《涅槃经》中所说的“广恶图耳”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故知成佛，必须放下屠刀也。涅槃经里头有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屠户以屠宰为事业者，必须放下屠刀，若行人习尽啊，修行人学念佛法门，一面念佛一面作恶，如是修尽，决定不能往生。这个要知道啊。为什么说修净土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有人念佛往生，有人念佛没有往生，甚至还堕得恶道啊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细细去研究原因都明白了啊。口念佛，他心里头没有佛，心里面对这个世界没放下，还有贪求，还有嗔恚，还有愚痴，这个他去不了。那又有以行善为人天者，而亲之者啊，认为念佛求生净土不必行善，十善业道是天道的啊，上品十善升天，中品十善人道，下品十善修罗啊，修罗的福报很大，为什么把它贬到第三？因为修罗死了以后多半都堕三途他不行善，喜欢斗争，
喜欢作恶，这些业因果报我们都要知道，才不至于走错路啊。下面念老举个例子，唐辽阔禅师一吹不毛是弟子会通，弟子侮辱一助卧莫作众善奉献是白居易啊。白居易说这两句三岁小儿一说的，辽阔是八十老翁行不得啊。这就是以这两句是浅，以吹毛吹不毛啊为深，这是白居易，唐朝大文学家啊，跟吹不毛平等无二，是辽阔禅师一迷一悟啊，何耻天缘，若是缘人法法皆缘啊。这一句话好，原教的人学人他样样都缘，人天成即是一佛者，又何能亲之也？净宗之妙在于照真大俗，光行众善，在造福于当前之社会，且成为敬业之足印。佛深信愿持佛名号，则自他坚立，常乐无极。这个几句话也说得非常好，后面还有一段，我们还有点时间把它念下去。又这一品光明著是卧苦，虽只是广成思想，实则原形一性，心慧则土慧，心卧则去卧，夜夜无非自心所现也。经中详明两土境会，定制心念，这篇经确实好。经文把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的地球做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对照来看，你真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就会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一念想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想在这多住，功德利益了在此地啊。弥陀要解云：娑婆即自心所感之慧，而自心慧离因远离；极乐即自心所感之见，而自心见离因心求；厌慧虚舍之究竟，方无可舍；心静须取之究竟，方无可取。妙宗超说：取舍若齐，与不取舍又无异之。舍不从思，取舍则上不取不舍，其实
至理废事，既废于事，理也不远。若达全世界理，则取业皆理，舍疑皆理。一取一舍，无非于法界。欧耶大师要解这一段说得好，是理圆融，妙其中道。啊，这个注解所引的，我们多念几遍就明白了。所以经教帮助我们断疑圣贤，帮助我们坚定求愿往生，这个心坚固啊，这个坚固的信心就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。